但是我这朋友来海内外乡亲时代倒转来了，咱顶阵嘛听起来，敢那讲吼，心情还阁还好啦，唔免惊，唔免惊。啊，咱这咱阁来讲哦，啊，讲这个啊，因的这个中国人迄派，就是迄个党，就是哔哩哔哩的迄几个啊啦，啊，什么连咪什么。统一党啦，什么党啦，什么党啦吼，就是迄撮巴人嘛。哦，伊迄撮巴表示讲，伊迄撮巴人尔，啊，就分遐侪党，遐侪党安尼。啊，因迄个党甲党嘛是拢袂好安尼啦。咱即下咱讲中国党侵拿迄个党了，咱即下佫来讲这个啊，赢台派的啦，台派应该这个啊这边的哦，这边的就即下上大就是民进党嘛。是。哦。这边较有望的，就是民进党嘛，啊，过来即马就走出这个，原来有本钱有这个，请迄落咱台联党嘛，是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新兴的，就是这个什么社民党嘛，是，啊，过来就讲时代力量党嘛，啊，搁啥？哦，足侪哦，有名念袂出来。即马总共的党吼。共有260个党啦吼，啊，但是遐拢一人万年党啊，咱也毋捌看，也毋捌出来在咯，含要出来赢机啊，都无迄落，有一个啦，偶尔啦，迄、那个叫台民党啦，5000个啦，伊迄嘛是一人党主席，永远做落去吼，偶尔还有一个车子出来挥挥的安尼。嘛有台湾共产党啊。嘿啦，搁有啦嘿，对吼，安尼还搁有看安尼吼。啊，即马咱来讲这个啊，这个啊，台派这个热名的这个几个啊党安尼。对是。那至于啊，头拄仔你讲着台派诶，迄个第三势力迄个小党哦，伊讲一句足重要，台派哦。有诶，足侪小党出来哦，是出来乱诶哦，迄毋是台派哦。你若讲像这个绿党、树党这吼，咱卖甲讲啥物派啦，这是理想派。有啦，因为理想派对啊，伊是环保议题嘛，为了我们地球嘛，吼，为了我们空气品质，为了我们自然生态，种种这特地人尊敬，吼，因出来选，毋是求当选，伊是来参加理念，讲把这理念互恁知影，哦，教育我们台湾人，他不是说哦希望我当选，当选是最好啦，但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宣达，哦，他们爱地球。啊，做环保哦，这个自然生态还有反核这些事情，他们是很用心在做。哦，这个党那个肯定。树党就是伫迄个什么党分出来嘛？绿党嘛。绿党。哎呀，啊，就两兄弟啊，一个潘汉江，一个潘汉生。嘿。啊，这不管嘛，总是伊是一个理想嘛。对。啊，有理想诶，这咱大家人尊敬。哦，他不是政客。哦，他们是真真切切是要为这个土地哈付出一份心力。小小啊党，啊嘛是。因行的迄个路足平实的啦，对，足踏实诶。虽然坎坎坷坷，哦，得认同的人不多，哦，叫好不叫座，但是这值得我们尊敬。哦，啊，因为咱这是吼老政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较未去支持迄，咱心内支持，但是票未转互伊，啊，这点咱也对这两个党哦歹势。哦，啊，咱不是讲意识形态啊，意识形态就是讲咱有咱的任务，我们的使命。以前呢，以前我们选举哦。是一种光荣感，对啊，再来呢，现在我们是一种使命感，在我们中年时期呢是一个责任感，我们经过这三个阶段，然后即届，请问这个年会来讲，那是一个使命，你看从使命来讲，你看伊遐老啊，每天当啊伊嘛坐底下吐者，伊嘛是为台湾发声啊，对不？咱不管到哪位，咱嘛是照使命的意思安尼做啊，是，咱的心拢无变啊。咱主要是安尼，好，过来讲，就这个小党来讲，当然国民党啊，咱所知影，像这个这个党派来讲吼，伊讲国民党、亲民党、行动，因家拢嘛是哪呀？好啊，但是即卖因为太阳花事件了，崛起第三势力，第三势力所以讲哪甲中国去拼啊？因就是开始吼，来布这的安怎，他让你小党林立，小党林立，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党啊。其实是要来稀释这些第三势力比较纯洁的党，伊是要来稀释的哦。伊来甲你乱哦，互你搞不清楚，讲打一个洞是较本土的，打一个洞是较哪，互你搞不清楚哦。这我来讲，这国民党诶，伊诶专宰，国共两党的专宰啦。对。安怎讲呢？当初咱讲要迄落
公民投票要加入联合国，伊就甲你讲中华民国返回联合国。对。那你阵啊讲要创一个啥，伊就讲伊嘛是白蓝白托嘛是伫咧用迄、那、落、個，伊就甲你弄的那个似是而非安尼，互人认袂出来，讲诶到底这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安尼，互人分袂出來。伊这伊就是伊的专门科啦，所以讲咱即马伊一寡了小党吼，听讲前无偌久呀吼，差不多去年啊，遐我就听讲啊，讲这个共产领导有一个，即马因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说，无要拍台湾，我用买台湾较紧啊，哈，用买的啦，买的就是为生意人遐嘛，对，要啊，搁为这个台湾岛内一寡迄落党吼，伊即马伊就买党的名啦，对，啊，你这个党吼，你伊会家评估嘛，你党员数偌济，你有偌重无安怎，你这党就歹生存啊，我就给你一笔钱。吼、哦，啊！你普通时，但是到投票的时阵，我就会当甲你台湾牌，才拢甲你分瓜一瓜，才甲你分瓜一瓜安尼。啊，啊，你就变无练啊。是啊。这就是因专门，那是我查的。系咪啊？啊，伊的目的是啥？都互你本土未过半嘛，都伊是希望民进党未过半嘛。对。啊，小党哦，啊，这个党摕一席，那个党摕一席，那个党摕一百，十万票，那个党摕二十万票，那个党摕五十万票，啊，你甲你加吼，啊，结果你民进党哇！说不过半，这都是伊个目的。讲、哦、到只要头了讲到买，规个咱台湾啊，华人规个去互中国买去啊，你知？啊，伊当阵啊吼，去年嘛，今年年初，我等于华人，等于华人一撮啊，阮小弟啊载阮等于，去台华人看，阮小弟啊就经过，这土地啊，那足侪人买，土地拢起真济安尼。伊当初你怀疑讲，啊，这华人台东的所在，为什么有人会买咧？土地哪有可能遐贵咧？对不？啊，即卖足侪人无咧种植啊，因为吼，你种植吼，无多采收嘛，拢叫动物食了了啊。最主要啦，你农作物俗甲安尼哦，啊，迄落台湾的迄落农民吼活袂落去嘛，啊伊即摆活袂落去，就愈歹种，啊伊就为中国迄边啊西过越南遐安尼。你莫讲啥，翻倍啦，咱本土的吼，即摆迄落啊风太了，啊一斤讲80块，啊上水的讲一斤100块，迄落翻倍安尼，迄贵三三。我再去菜市啊看吼，遮大块遮长，唔知迄毋知倒一国的，毋是中国就是越南，位啊过来，你看迄一斤了迄落。50块3穗，因为中国农产品袂当直接来台湾嘛，所以讲，伊就是西过越南嘛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像进前风台做大水唔吼，啊，高丽菜咪起大价。啊，你甲看迄高丽菜吼，一粒吼，拢安尼用迄个报纸包好诶，有无？啊，内底搁白粉诶，有无？迄就是中国诶高丽菜啦。对。迄敢若塑胶做诶啦。嘿，迄食啊紧死未老诶。哎呀，迄敢若塑胶做诶吼，迄煮足久才会烂啊。啊，毋是像咱台湾诶迄个高丽菜，切切。咱青菜安尼炒炒咧吼，蒜头健芳，吼一寡是安尼，迄水安尼辣辣安尼炒炒咧，哦，好食甲安尼。啊，即摆买转来，你敢知影切切呢？电烤烤。吼，迄都爱，迄安怎煮呢？炖鸡安怎炖你知吼？多少就炖鸡咩？炖鸡安尼啦，用炖的啦，炖到会烂啊。对啊，好，那回归正常。回归倒来，伊安怎来切割台湾？啊，就是讲，伊来台湾买土地，啊，用一寡小党，摕一寡钱，互小党去甲你乱，啊，佫一步伤害，买电台。对。哦，咱的媒体啊，你知影东森即马卖是卖啥？卖中国呢？啊，东森敢要卖看？咱之前你陪看讲什么 TVBS？ 咱就是讲迄落中天，啊，还佮中视 TVBS， 还迄落几个啊，讲迄落，即马唔是即马全民倒啊呢？即马是红的啊。啊，但是你唔能看讲哦，迄落什么三立啦，民视啦，还是安怎？伊迄是人家买迄个时段来讲尔，啊无剩的一排你家看，拢什么款的？做出来什么节目？啊对啊，看到就知啊。对啊，比如说你即马看三立还是民视哦，伊个谈话性节目、争论性节目啊，迄是讲这个时段，吼，迄是外包的哦。好，你做哦。BOT 啦。系啊。伊若话无做就无做啊哦，要像郑鸿仪叫你走你就走哦。因为像迄个三立甲民视吼，有足侪本土剧，本土剧呢，伊这个物件来讲，会当到中国去遐播送，遐播送的时阵。当然啦、啊，你若要入来真简单嘛，我会当要求讲啊，郑鸿仪你袂使主持，啊，若无我包伊，啊，就是安尼、啊。你早就是安尼嘛。啊，所以妥协嘛。系啊。哦，我来讲啦，像咱这个电视台啦，吼，拢总了钱啦。
阮这啊，都强要无性命，咧一口气咧，干那几个动作，争一口气，咱这就事实就是为着一口气。哦，你头讲几个动作，两边在讲这個，哦，就讲像这个媒体来讲吼，拢总了钱。嗯，哦，啊，因为像民视甲三立来讲吼，因为有做本土剧，所以讲咧，我都支持。其他呢，你像什么 TVS 啦、东森啦、啊嗯，哦，啊，有诶无诶吼，诶，中天有诶无，迄拢了钱，了钱是安怎？中国钱落入来嘛 ，TVS 嘛，中资入来啊。但是比例无大，伊是用王雪红的名义入来，哦，伊比例无大，但是即个即个东森啊，嗯，真恐怖。嗯，所以我后摆东森真正袂使看。嗯。啊，当然你要看，你就爱吼，心头了定。参与咱这袂凊彩，有人先到世纪的啦。啊，但是伊唔是咧，伊唔是顾虑咱遮，伊就是咧顾虑迄落啊，诶，有好看就好。啊，对啊，啊，都叫洗脑啊，对吧？啊，像即马咱台湾常拢叫洗脑甲同化。比如讲，咱讲到一个哦，像子啊，若看到一个少年家，哦，那个小鲜肉，那嘛是中国容易。对。哦，啊讲诶，啊即马。既然讲啊，我今嘛吼，谁来去创啥？我立马去办，啊，迄嘛是中国语，就是立刻马上，哎，迄就是中国语言。总咱台湾吼有足侪迄个语言吼，少年家你讲的话吼，已经叫人同化起来啦。所以讲吼，这真嗨啊！哦，咱台湾都讲，咱做北部做士大的人吼，需要家己来讲，这话唔是安尼讲。咱台湾有咱台湾家己的语言，家己的表达方式。哦，迄、那个物件甲咱无关系，就当讲你少年家安尼讲会使，你若甲你爸母讲，我立马去办，你敢听有？嗯，对啊，对不？咱的伊迄落语言甲你咩啊？啊，过来最主要就是讲，伊的迄个内底物件甲你深植入性行销，你无形当中就被消去了。那对啊。最主要就是伫个遮啦，啊，若是讲讲几句啊，迄吼，迄落少年人传来传去安尼哦，那个是慢慢的渐进的安尼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伊的内底。出来内容，对，啊，所以讲，像咱嘛是真希望讲吼，咱台湾吼，会当有这个新兴的力量出来，有像这个小党，哦，为什么呢？咱袂当吼这个吼蓝绿二斗吼持续下去，当然啦，像咱这样的啦，吼，啊，甲国民党因迄样的拢共款，大部分都是只有立场没有是非，即马来讲吼，伫任何代志，包括政治，包括啥，即马若是列个提出一个什么方案，哪会来讲反对？对啊，你看，迄落讲反对迄个军购，反对什么六十几遍啊，七十几遍了，吼，佫臭洋家安尼哦，讲我迄反军购反了七十几次安尼。对啊，啊好啊，啊即嘛赶快啦吼，即嘛哪一边啊提出什么的时候，另外这边人反对，安尼恶斗下去，我们台湾不会进步，因为咱台湾吼就太多政治，对，而忽略了民生，为什么叫民不聊生？因为吼恁吼规工拢伫吵吵闹闹。拢家己伫设计章、设计赛，一块迄个法案袂当过，啊对啊，实行落去安尼。啊，我积极运营就要把你消灭，你积极运营不让我壮大，哦啊按按都伫倒黑，所以讲咱的民生无伫顾，所以讲为啥这个国家袂富强，当然有足侪原因，讲国家认同的问题，哦，这个意识形态问题，输伫咱的国家在内耗，人叙利亚还是内战，我们是内耗，我们是内耗，对啊。好、哦、啊，咱即下佫讲到讲啊，即、這个第三势力啦，哈，即马都一个社，迄落社民党范营遐一个党嘛，啊，即马佫来一个叫时代力量党嘛，是，哦，咱知影讲时代力量党后壁就是头下讲的是迄落啊，咱的迄落什么新主牌啊，哦，林义雄先拜吼，啊，来出钱出力来。在用诶，家叫我来接诶，安尼。啊，伊本来伊甲这个范云英，毋是拢做伙吗？合作，啊，就是因为为着一个查某，为着查某，为着一个查某避免。啊，迄个查某是啥物人？蔡英文。你听你讲，还我惊一个讲。哦，你聊是小三。哎，对，我就是小三查。啊，因为吼，迄当阵伊要计划着讲要成立，就成立连线，然后共推不分区。嗯，好、哦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像黄国昌啦、Brandy 啦，吼、哦，这来对啊，啊，黄光远这些人呢，吼，因讲爱提出很明确的这个诉求，哦，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？要造成台湾政治的清廉，哦，那我们必须要改变台湾，我们要跟那个蔡英文结合，哦，因为蔡英文算是一股清流，好、哦，当然，咱譬如讲啦，这是现实问题啦。咱为遮要到遐，咱有足侪物件要炸过去。嗯，
你无可能叫大家用拍的嘛。对啊。啊，就一台奥多麦，一台车伫边啊，对吧？啊，咱就伊个车载过啊，毋是好吗？啊，蔡英文就是一台车嘛。啊，你的物件贴贴的都载过嘛？啊，咱到咱遐那哦，物件落落来，咱再做咱的代志，伊行伊的，咱行咱的嘛。但这段路咱需要伊嘛？是不是呢？这不是讲利用，这是必然爱做的，因为咱的理念共款，咱拢是为着台湾好。哦，那不是讲讲要分家伙，啊，今仔就讲伊的诉求，哦，就你啊像黄国昌啊，伊吼，伊对这个李焕英的这个密室协商吼，伊是足反对，密室政治伊足反对，所以讲伊嘛是伫迄个新竹有派人啊，要对付郭敬明啊，因为伊真感冒王金平，但是伊嘛真感冒柯建铭，啊，因为李焕英啊都是有这两个啊。所以我把台湾搞得一团糟啊，都是在密室协商。所有的协商要公开，要透明，让大家民众看。讲恁到底是你讲啥？袂当讲恁家己夫妇的，对无？查某叫叫就恁恁的，爱就解决啦。这国家大事，安尼袂进步啦。对啊，国家大事袂当用安尼啊。是啊，要变成酒店文化啊，是不是？那行用青年，所以讲这个选举了，你就会当看出讲什么款的小动哦。真正是为咱台湾，真正是本土的。咱唔好讲伊劣个也是哪个，是爱本土哦，迄较重要。哦，爱台湾，爱本土，这才是重要。哦，你看像纪国栋，伊去用开除了，伊第一个动作是啥？出来回实的，讲哦，我过去哦，为着哎帮忙国民党哦，啊你辩护，哎啊吼啊硬拗啊去求咱台湾人，骗咱台湾人，所以讲伊要替哦替家己吼为咱台湾人道歉，好。既知今日何必当初，对吧？您敢唔知啊？咱台湾的本土的家己国民党遮的人，恁都是炮灰。那是啥物垃圾代志拢叫恁去做，出代志恁去担。啊，好康的，好康拢因啊，因去顶。啊，因大家拢足清流的啊，足高尚的啊，穿水水，装水水。啊，讲话吼，佫袂骂人，哎呀，讲话佫袂骂人，像你正安这型的啊，啊，坐佫坐停停，安尼敢那小女的啊，哦，啊，那歹代志叫伊做啊，啊，好康的伊怎？所以讲，国民党的形象，都讲，因的形象都是安尼。啊，即摆人你嘛讲伊讲啊，迄是个人行为，迄是因啊，迄甲国民党无关的。哦，是安尼啊，就你都是人的脚踏板，你都是人的变数爪，哦，七个都断掉啊，是安尼啊。我来讲啦，在国民党里面，纪国栋们，你们要觉醒。杨石秋们，哎，你们要觉醒。哦，你今仔那是无利用价值的时阵啊，就该踢到一边去。讲到这個，有个分开，为什么分开？你分开是啊，就是有人你专门你捡这个傲财啊，我就没讲，对吧？咱不是安尼嘛，捡到菜就是菜。你像民进党嘛，嘛是讲啊，再去捡吼，啊人无爱吼，捡起来就僵化啦。嗯，我提名迄条是陈进丁啦。嗯，迄是啥物啊？嗯，以前国民党诶。后来以前国民党不管啦，但是伊啊拢爱选举用咩啦？用老毛的啦，啊，这款你提名伊，啊对啊，啊你提名伊，哦，甲好一家人民党变成咱民进党诶，对不？咱一个即将要执政的民进党，而且可能成为台湾第一大党，还要这样搞吗？对不对？你要像国民党这样搞吗？要走回国民党的路线，对吧？都来哦，礼让黄珊珊，家人礼让刘文雄，新竹，你让郑永金他儿子，那是无人吗？对啊，对不？拢家己诶，家己，像你讲放假，咱家己嘛真侪人啊。哦，你爱提名家己诶人，提名拢爱提名出来。做一个党，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党。嗯。你要有过半的决心，你要有完全执政、完全负责的决心。那么你要怎么做？每个地区都提名。每一区哦，不管是会调未调，都提名，包括吼马祖，包括金门，吼拢爱提名，提名落去选着了，不管偌济，就讲咱会当知影讲，咱伫这个所在有偌济票，咱爱努力偌济。好，但是呢，像金门马祖，咱选未调嘛，华人台当选未调嘛，吼，即个华人台可能会调嘛，吼。好，不管这个啊原住民咱选未调嘛，无要紧，遮个人吼去选了，当然爱有一个备胎讲好。咱甲部分区列入，你是金门人，你是马祖的，我家列入部分区，啊，互你伫金门马祖服务，后回你来拼，对不？吼，啊，你是原住民，好，啊，你就是部分区，吼，诶，立法委员，
啊，你就回去吼原住民区，你去服务，你去拼，后回你就爱出来，安尼啊，哦，那用交换的嘛，不分区我给你做一届嘛，下次你要出来选嘛，好、哦，我给你舞台啊，我给你资源啊，是不是？哦，你是什么族社团体？你是什么？哦，这拢得入不分区，因为不分区的目的是安怎？就讲吼，选袂掉的人。哦，啊，伊个足需要，伊足需要这个。对对对对，哦，啊，但伊是人才嘛，啊，咱当然那么需要啊，咱欠的是啥？像咱这票，你敢有欠？你无欠嘛？这安怎我都道理嘛？这边讲，你欠的是啥？金门妈祖嘛？是啊。哦，啊，原住民嘛。叫艰困选区。啊，对啊，客家嘛。啊，但是讲这个艰困选区，伊即马在牛河人，迄不是艰困选区呢？伊的做法是安尼啦。你家人敢无人才？你家人声势真好呢。家人不是整个选区，家人咱市长是咱啊，对吧？对不？啊，伊就是说政党的利益交换。迄当阵啊，感觉迄个宋楚瑜声势袂歹，啊，咱应该好好啊讲吼，啊，卖讲吼，对咱上杀，因为吼宋楚瑜会去夹着咱的票啊，啊是安尼可能啊，嗯，哦，啊结果伊唔知道后边发生这个代志啊，唔知啊，哎呀，啊人已经要选总统啊，即马好啦，你礼让内湖你礼让黄珊珊啦。来哦，遐个票吼，伊敢会让你总统？袂嘛，对不？因刚刚去投用红手条的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咱不但是讲立委咱无，啊，总统票阁无去，人又折兵啦，对吧？总统票阁无去，安尼敢会好？嗯，你算盘跌跌的啦，无人安尼做，你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党，你就是要有架势，对吧？每一区拢爱提人。会调未调一回输啊！无论偌艰苦艰困险区，你一定爱迄落提名吼，啊，互伊去拼嘛。啊，拼了后未当选，你嘛是讲啊，我都拼未当选啦。哦，你人民无迄落嘛。啊，但是我感觉讲足侪所在拢无爱提名，我感觉莫名其妙。啊，艰困险区，我讲以前高雄市毋是艰困险区吗？对啊，在两年计算的时候赢迄千几票啊，尔，嘿，迄毋艰苦选区吗？对啊，啊，即马安尼会当赢到六七成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以前台南，台南还佫较艰苦选区咧。以前阿扁也去选台南县长的时阵是甚物款？对啊，拢乌社会底下咧郑泰吉的，迄落，屏东啊，对啊，每一个所在拢同款啊，为台湾尾安尼算起，我想讲。郑太极啊，然后高雄，然后是拢家族政治、乌社会政治一路分林啦，起来安尼咧。对啊，迄毋是政府选区，啊嘛是安尼一步一开，啊，咱都是一直伫遐整，一直伫遐整，一直伫遐耕耘，好，啊才开始壮大，啊才变种，哎，咱去整啊，赶快嘛，金门妈祖有时间嘛会发啊，那袂发。对啊。是不是呢？啊，平湖嘛是会赢。平湖本来就赢。啊，对啊。平湖本来就赢，以前平湖嘛是政府选区啊。是啊。是不是呢？好，啊，到时讲。咱若政党若是有迄个架势的时阵哦，包括客家票啦，吼，客家区啦，吼，包括原住民啦，嗯，这些拢会互咱变盘啦，对对，是不是安尼？是啊。你难道你没有着力点吗？高金素梅伊嘛是走去中国，对啊。九三叶片嘛走去中国啊。叫我搁要让伊。你要让伊怎啊？系啊。拼啊，甲伊拼啊。对啊。这款的吼，咱不是为着要赢，为了赢而赢哦，而是教训这个高金素梅啊。嗯，对啊，你已经变中国人啊。想无嘛，可以卖药算。啊，对啊，你吞打咱台湾原住民哦，伊的灵魂，你知影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你甲当作讲，伊是中国一族哦。嗯。啊，50中国少数民族五十几族的一族呢。嗯。啊，你敢听下咯？对啊。是不是啊？所以原住民现在拢跳起来啊！啊，跳起来的时阵，你无去做这个代志，讲去甲安抚。安抚啊，佫较紧。派人过，哎对啊，系啊，因原住民的倒一个较有迄落，迄落较紧提名，哎对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哦，卖讲像吼，卖说政党若一大吼，都问题就出来。你讲像即马时代力量，咱即马看是足清流，但是咱唔敢保证讲后摆伊若大了，开始会变质啦。所以讲，动算了，伊会安怎做，咱拢唔知。哎对啊，所以讲咱就是监督，对哇？啊，今仔我甲子也伫遮，哦，咱是伫监督的角度，唔是伫。你吼，你骂批评的角度，还是你监督？做一个政党，就是爱互人监督。啊，而且阮家阁是民进党的忠贞党员。对啊，县会倒是买会人呢。对啊，咱是希望讲，哎，啊，为着拼民进党，还是拼甲拼切记国土罪呢？对啊。系啊。啊，咱唔是拼民进党啊，咱是拼讲台湾快独立无啊？是啊。是不是呢？啊，咱大家拢照这个脚步在行的时阵，你这政党你袂使骗，你若是骗阮就甲你负责啊，就甲你批评，甲你指正啊，啊，敢唔对？是不是？
袂当讲吼，就讲剪刀菜人就菜啦，嗯、有诶无诶，母母一大堆啦，即个、啊、看袂落啦。啊，所以讲母一寡即落第三势力啊，拢让让互人为诶，规个安尼让遐侪，互人到底是安怎了？搞不清楚，你家己唔算出来啊，害咱是等于讲即马啦。哦，这个放假，我住伫放假地区啦。是。我即下若要选举，我说无人能我投。啊，当然讲，你其他，比如讲像放假，还是讲像台中迄、那个杨琼英迄个选区、嗯，哦，你就讲啊，选那个洪慈庸，哦，就是洪中秋演技啊，哇、嗯、吼，阿基亚算。当然，杨琼英迄区来讲吼，民进党的算是袂赢。嗯。好、哦，好，阿姨就用科比模式，啊无我民进党卖提名，但是我赞助这个洪慈庸，你就会算。哎、欸，这个声势袂歹，会赢哦，不是袂赢哦。嗯。感觉上会赢哦。嗯。就算不赢啦、啊，嘛好足歹看。嗯。哦，安尼时阵，你头一届哦，迄落敢那地动去啦，甲摇一下，啊又必顺啊，啊有松啊，那、啊、做大水就崩啊啦。嘿。做一届大水就崩啊啦。为什么土石流就是安尼？先地动，然后做大水，落大雨，做大水，啊就开始崩啊，就是安尼。咱若无法度一届甲用好崩，咱是甲切一下。可以避开，啊，可以松，啊，啊，等后一届，那等讲有一届大水来，伊就崩啊。对。啊，那就是啊，因为政治是百年政治嘛，啊，百年千年安尼在做的嘛。对。啊，一波一开，那袂变讲干那看干净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当然像咱这个放假，咱无哦，民党无提名人，但是伊无讲什么礼让亲民党、礼让国民党，无啊。对啊。是不是？伊冇第三势力哦，好，第三势力来算啊。哦、啊，因为这个所在民党嘛是算命啊。你确定？为什么？房价咱是赢，中正区就歹啊。套落去就甲你套啊、嗯。所以讲，国民党伊你迄个画迄个选区吼，足、嗯、厉害。伊就是要画对伊家己有利的，但是迄个文山。文山嘛是甲挂做两地啊。对啊。系啊。迄嘛是安尼啊。是安尼啊。啊，因同伊讲，选举就是安尼嘛。你之前的时阵吼，你同嘛是像进前啦。嗯。单一选区两票制的时阵吼，国民党足爱啊。为什么？阮赢的嘛。欢喜噶。欢喜噶。嗯。啊，即个若选了吼，啊，国民党吼的票，都选举迄立委吼，都敢那一场说阿扁啊，迄莫奇有哦，咱选举才几岁届无？即届国民党可能嘛是安尼，按着协会讲，咱改倒转来好啊。伊拢安尼啊，对啊，以前是讲吼，哦，伊马英九不可一世的时阵吼，伊就讲，咱这个总统甲立委做伙选。是啊。啊，所以讲迄届毋才叫关系，咱才剩二十几岁。啊，即届你六岁啊，我那总统甲迄个李伟吼，老分分开选，嗯，哦，有最近咧因咧讲啊，讲即嘛，即个开机了要甲切开，啊，但是吼，时机经过啊，未赴啊，啊，因即嘛剩一条通好做，讲道格那选的时阵吼，买三个月再算嘛，啊，算算嘛差不多，所以讲没有意义啊，已经失去那个黄金时间了啦，因那进前拿不完那时阵哦，伊当初啊未明嘛，伊唔知影讲红袖条会真正会。也出来选总统啊，所以讲，因阿弟摇摆讲买啊，唔啊，举棋不定啦，都是安尼吼，都失去迄个黄金时间啦。起码什么拢未赴啊啦。所以讲，因国民党诶，你这个红袖条出来，就是建立在那个无能的男性沙文主义里面啦。嗯，对啊。诶，国民党内底诶迄落哦安尼舞，其实红袖条嘛来讲啊，又不是我要选的。哦，伊即摆伊嘛是打鸭子上架，哦啊，所以讲咱啊，咱等下咱休困者吼，咱搁倒转来，咱搁。阿公阿秋条，你不要小看他。嘿，对。